有那个味。今天这是一期有味道的视频，今天呢在家里面来吃一个螺蛳粉，这次没读错吧？视频。好长时间都没吃了，三个女儿都馋了，今天给她安排，直接煮四包够吧？够了。让那小伙你安排一声就行，根本就不用你动手，我来做。啊，去吧，给你个表现的机会。先来接一大锅冷水，四包直接全部煮进去。呀，还不想进去。这四包就有28包料，我的亲娘，一打开就上头，真臭啊！汤包倒进去，哎呦，就是这个老臭了。三笋包、醋包、三豆角、木耳包、辣椒油包就不放了，然后腐竹包最后放，还有花生包。要不要再配几个炸弹？别弄炸弹了，我给你弄个烤串，等会再加几个鸡块不行吗？哎，我看看，哇塞，马上都煎好了，不错不错。看看这个长煎的诱人不？两边金黄的。换锅开始炸鸡排。这个炸鸡排一定不能心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必须要小火慢炸，炸老了就不好吃了。别大点火吧，让太慢了。我就发现你这人可不听劝了，知道不？炸了好几次大火了，都失败了，还大火，就这样就行，炸3分钟。浇上灵魂汤汁，哇塞！给刘三妮嗦粉的勺子和筷子端过去吧。哦。刘三妮端鸡排。嗯，真香。谁要端烤肠？好，端走吧啊。哎呦，小心一点！哎呀，必须先来口汤。哎呀，有这个味儿。妈，今天做饭咋做那么晚？哎呀，下午一不小心睡着了，下午跟着你爸爸俺去看房子去了。你又去看的什么房子呀？又看了那个别墅，然后是东户，然后又看了一个其他的。小四蛋的专属鸡排，给他剁碎的，再给他来一份螺蛳粉，给吃吧。今天呢，你不得压得早，我给你倒了一碗。哎呦，我弄一碗了。行，再给奶奶夹个烤肠。嗯，烤肠吧。好，再给你夹个好菜。啥？蒜蓉小龙虾。那么少？你尝尝味就行呗。那么多还不够你们吃的呀？还少呢。老大，你这吃的第几碗了？都吃第三碗了，太好吃了。哎呦，你听这个吃的香了，以前从来不吃螺蛳粉的，现在我看了你吃的最香。跟你说的，十一次就上瘾了。我就跟你说了吧，螺蛳粉只有零次和无数次。这个味道绝了。这个弄下来肉真多，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看他们吃的，给我馋的都流口水了，不行了，我得先来一口。也没我出事在这，这又下了一包，又吃完了。我还没吃嘞。这嗦粉的速度可以不？可以可以，我吃螺蛳粉我就喜欢连粉带料一块吃。嗯，哎呀，吃第一口都忍不住跟你说，哎呀，就那个味儿真好吃。嗯，老妈味道咋样？行，不能，我从第一次我都喜欢吃。嗯，不能，好吃，好吃。你们吃粉是喜欢吃软一点的还是硬一点的？我们一家都喜欢吃软一点的。就说转阴天给你个烤肠吧，妈都没了。啊，那一盘都吃完了。那这还不快不，孩子多，哎，吃完就是香。哎呦，再过一个，人都没有了。没事，这还有一个嘞。那是那个。嗯，这烤肠吃的有点偏甜口，还加肉香味。啊，终于吃饱了，这也太好吃了。哎呦，时间长没吃了，你看老三哈，一直吃一直吃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再撑着你了，没事。哎呦，你也别说了，这个龙虾快饱满了哈。对，黄多。我还吃龙虾，好吃。啊，好吃啊！龙虾也吃完了，我一个也没捞着吃。这个给我吃吧。给妈吃行不行？我吃。我还没吃呢。我还没吃呢。哎呦，馋不？哎。啊，现在还不知道疼妈妈呢，是吧？今天这个鸡排炸的不错，不老不嫩的。这个还知道干活呢，吃饱饭有点用哈。那这不会干的时候才光着干，到能干的时候他又不干了，你等等。啊，那一点不假呀。你看这忙的又开始擦桌子去了。哎呀，锅碗瓢盆又该清理了。哎呀，全部吃干净。这不都是该干的活啊？嗯，你干吧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写字吧去。吃完饭，小老三在写作业。刘二妮也在写作业，老大也在写作业。好了，拜拜吧，拜拜。